游戏玩不好，喜欢凑热闹。大家好，我是布林冰糖葫芦。上一期麒麟宫和妖星盾的共存矛盾已经由林基庞统完美解决，但是庞统和张角之间的太平道法之争还在继续。今天的这对可是天宫盾排行榜第一名哦，多川实力突出。一起来看麒麟宫共存雷龙盾，喜欢这类共存阵容视频的小伙伴要记得点赞支持宝宝啊。阵容来源三千区好朋友朋友。直接来看战法搭配，这次是麒麟宫保持高配，占据了太平道法，加点庞统智力最高，拿暂避兵刃减伤带援助甲，诸葛多的属性点分给速度和统帅，起手顺序调整诸葛快过庞统一点点，尽量贴近姜维和诸葛带灵动甲，有常见的给诸葛带。再来看共存版雷龙盾的战法搭配，加点鲁肃和张角全智，曹操速度快过拿了鲁肃属性后的张角，其余全统。张角带吉利加燕竹风飞，因为没带暂避，张角不能带援助甲扛伤拿鲁肃的属性，所以出门前张角少带500兵，尽量增加张角拿鲁肃属性的可能。太平加识别加暂避高配版的雷龙盾战法搭配，小伙伴们可以翻看宝宝之前的视频。说说共存的思路，因为援助只有一个，麒麟宫是首发的，而且整体低红，雷龙盾是后出的，整体高红，所以考虑用太平道法来养红度更低的一红庞统麒麟宫，靠鲁肃属性和曹操的增伤养四红的张角，用竭力减智和燕竹法系一伤补太平的奇谋伤害。没想到竭力张角实战效果更猛了，没有太平道法，可能大家会担心五雷轰顶的发动率问题。来看这组多川，第一场30旅，三回合搞定两次五雷。第二场五毛尘，没有太平道法的张角发动了5次五雷轰顶，伤害被警戒挡下来大部分，和对面的白眉成玉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中间打了两个不太正经的阵容，不展示了。还剩1.7万兵，撞到了满兵藤甲太尉盾，张角又是3次五雷轰顶，打了将近1.5万的伤害。下一波还是多川。先是残兵冤击旗，然后对战满兵鼠标弓，发动3次五雷1.3万，最后残兵1.4万撞上了太尉盾，张角4次五雷1.6万伤害，平时带太平的话应该在1.8万左右。这场对战关关张，第二回合丢出五雷10000加伤害。从这些对战可以看到，当下版本的张角带不带太平发动次数都没有大的差别，连发动的时机都差不多。但是麒麟宫和雷龙盾都是法系大后期阵容，等级起来才有优势，两套阵容所用的战法可以轮流使用。比如这样颠倒过来，战法调配取决于哪个需要优先升级到满级，满级后就可以降配拿好的战法养低等级的那一队。本期的竭力张角雷龙盾你觉得怎么样呢？我们下期见。